จริญคุยเจริญคุยเจริญมาคุยมึงคุยมึง非法枪械降低刑案发生，本大队呼吁扫荡枪毒，维护社会治安，警方责无旁贷。民众倘发现不法情势，应即就近向警察机关通报，共同打击犯罪。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修正，除了提高非制式枪支刑度外，并纳入管制模拟枪，持有枪支又违法，提醒民众注意法规，以免误触法网。